在自己打排位的时候，要是碰到了沙皇辅助，你会怎么想？把你！哎，最近的德杯上 ，IG 为了针对 BLG 的辅助大头，给 Wink 选了一个沙皇，可能是想用沙兵去戳大头的炮台，从而在对线上取得优势。不过这场比赛还是被拥有牙膏和兵哥的 BLG 拿下，沙皇也没打出什么奇效。沙子加一折 ，IG 在玩蛇。同样喜欢搞科研的辅助，还有 S12 冠军 Barry 原神哥，什么沙皇、辛德拉、老鼠啊，那都算比较正常的了，最起码啊大家也都听说过。但是黑暗收割尽，冰川增幅建模，绝对是冷门玩法。不过这一把冰川排演刀建模啊，遗憾输掉了游戏。原神哥最近玩的最多的就是大头合计，在能查到的40局排位中，大头只输了2场啊，还有一把0-10。另外的黑暗收割尽是只赢了2场。出装方面，原神哥也非常多变，千变者冰拳星石，但主要思路还是抢线权，消耗抢线防 gank。中期资源团更是顶级工具人，就是这个千变者什么理解，咱实在不明白。不过要是在国服，你但凡超出个沙皇建模技来打辅助，队友上来必先问候你家人，老孙就搁那给我吹唬你。